里面还有棉花在里面，什么时候塞的？昨天晚上塞蛮深的。嗯，挺厉害的。有点疼了。嗯。我是这边给他，不疼，不疼，要不疼？嗯，切了一点嘛，也是往里面卷。这边还要卷？嗯，切了一点嘛。就跟这边一样吗？那不会。弯的，就像鱼钩一样，一个月修一次，一个月修一次就可以了，不用天天修。视频看完了，大家记得点个关注，跟你们在说，别忘了按。